时啊。哎，要不过阵子再说吧。可是我真的想要。看来我把钱都投在德国的成品皮店上了，现在确实没有闲钱。那要不然那个淘宝店是你跟小王一起开的，要不然把小王现在叫过来，然后咱们三个一起商量商量。喂，小王。哎，我在店里面，你过来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店里面的事情吧。哎，好的，我等你。我把你往那叫了一个俺们小姐，我俩是个土豪店，看着一张张新车，一直一直上去啊，俺们二手车卖半辈子车，你要管的人就在这里面。我外哥，那就是拿这个我这家开着，俺把那这个成人用品店好去搞推广费呗。不行，让小王去那个书记乡那边发发传单，或者是发发试用品，可以吗？哎，这个想法也好。那小王，趁着你是打过去呗，阿爹。哎，我是亲哥哥，亲阿姐，你这个弄好是发个家务活是提个嘛？再放了，这个大家叫你会考虑成功的，这不是给大家劳动成果回的吗？你再放了，成果要是把他抓的话，还不是你俩把他举起走了吗？叫这个小张，赶紧想个办法试试。之前把你事情给我发一发来。好。你小伙子听完这事情，我这发时间能看到看。啥我哥，你让你奶奶。啥我哥，你可啥哥？那啥。你天天看就是这些东西嘛。你呀，真跟着自己个强梁，小哥。那哥，那这不是一年前提升的吗？那你在屋里弄这电脑圈不是？没准自己这些成人用品都下了，能开个新的眼药的外观。喝了喝了啊，我的年轻哥。哥，哪能给你发个直播？你有俩？这些都是你俺的小子讲的。我说没，我说种子多啊，下载车都不下载啥的。看这人都不忘了，看这人都别搞，能配上一个群众，得上车以后，就是光瞧着看的。哎，不行，你俩也建个群，把咱们的成人用品店放在那个群里。这个小方也就这样，把你们东西放在店的窝上吧，他们看不看子啊？老子东西就是你俩出去嘛。哎哥，以前你俩是这个住宿呢，跟这个不错，那感觉挺好的。哎，那咱俩有默契，介绍个群呢？我到群里，你到群里，你去管别人。这个办法我可真见过，那咱们就俩住宿管嘛噻。好，那就真俩住宿管。哥，你把他叫来干啥？你放到那群介绍这两个优化点，缘分有个了呗。天天你的群子骗子一发这，自愿一发这，那你放到那都啥没有出事？哥，你要能服好啊，这什么啥就是客啊。你光让讲看好吃点，你小孩先图钱好点，能等我讲。你放到一天时间花上这很有新骗子，很有房资源了，那能图啥子钱不增长？反正我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应该就是你不先让他们买东西，然后再给他们发片子。哎，你说的这个意义懂的。我晓得噻，不是那两口介绍个狗子是 VIP 去呢。只要你说他们，只要买那么多车，就让这些富有的侄子资源呢。去成家也吃这个，那我们去成家去逛逛噻。那再去吧，哥，那去什么？亲爱的，你看这两个月咱们都挣这么多钱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买 iPhone 10啊？放心，你的 iPhone 10我现在就给你预定。好，那个我还看好了一个包包，还有很多化妆品。钱都包在我身上，不算问题。你真好。哥，
男女的事体，第二天你开始就会另一个东西没就是个啥个了。家里哪里发事？哎呦，麻烦了哥，谢谢哥。去哥拿中奖那么苦，在都市建设个群里在我打了发个邮哈。你看不得啊？今天咱们去上，在大使馆楼上。那就我打了发个邮来哥。那好，那我们就吃个好馄饨回来吧。喂，啊，就是啊，啥？陪住房？啊，是的呀。我刘子轩。我俩是穷水里活的家两个，住不下了呗。陪住房的话，我俩就连。啊，那是吧？那个是这个搞，那个是可能可不知道。啊，这可能是这样子。我们认为呢，在微信群内呢发这样的淫秽影片，这种行为呢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呢，我们要看他发的这个影片的数量和造成的后果如何。如果说发的这个淫秽物品的数量呢不大，或者造成的这个后果呢不够严重，情节显著轻微的话，他可能这种行为就涉及到了触犯了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法。那么按照治安管理法的规定呢，传播这样的淫秽物品的话，可能会面临的是5日以内的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上的这样一个罚款。那么如果说他发的影片数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或者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后果的话，那么他这种行为呢就触犯了我国刑法当中关于传播淫秽物品罪的规定，这种行为就构成了犯罪，可能面临着就是按照刑法的规定呢，他即将面临的就是2年以内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管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4条，传播淫秽物品罪，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音像、图片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组织播放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制作、复制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组织播放的，依照第二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向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从重处罚。